大家好，我是小多。我们现在在辽宁丹东，到了丹东一定要尝尝本地的海鲜嘛。都说东港的梭子蟹很有名，然后网友给我们推荐了一家那个餐厅，叫做永盛海鲜家常菜。我们现在开车过去。哇，这个确实是蛮小的一家店啊，但是人气据说是很旺很旺的。看看其他人吃点啥。两个人，这个螃蟹怎么卖的？是两个，这是八一只。这个呢？这个一样吗？这个是八十八，这个大金是八十八一只。这个六十八，这个八十八是吧？好的，哎，你问一下，八十八，六十八。对，这个呢？一百三，这个母的是吧？啊，那就这个拿一个，这个拿一个可以吧？不来一份。好多海鲜。吉皮虾八十八一斤，点了四个菜的是吧？对，你再看看。这个是什么？海螺，白鲍海螺。这个是冻的，是什么？怎么做的？啊？它还在冻的。蚕啊？这油炸是吗？炒尖椒和炒小白菜。这里还有这种，你一个都没点啊？走，差不多了吧？东港大母蟹，哇，这个好大，看上去。哇，好像热了一下去。我们一共好像是点了六个菜，还有一个大黄鱼。还有一个鱿鱼没有上，这四个先上了，两只大螃蟹，这个是海蜇，然后这个是黄蚬子，这个巨好吃，还有这个鹅蛋贝，蒜蓉鹅蛋贝。黄蚬子挺肥的，但是有两只有虾肉。这个汤很鲜，这个蚬子真好吃，真好吃。我们选的还是便宜的那个，48块钱一份的，它有100多的，我在想100多的得多好吃啊！汤很鲜很鲜。这比我妈煮的那个什么野生花甲，好，野生蛤蜊好喝多了，我觉得。不是同一种。嗯。那种也好。你真会舔。你啊，你。啊。一只八十，一个60。嗯。我们没有选母的，因为母的我们准备明天去菜市场自己买，母的更贵，母的100多一只。嗯，温达。凉，多少钱一个？14一个。味道不错，就是不是很热。菜量一如既往的大。大盆，这个孩子还是小份的。这个汤实在太好了。上面都是泥，这里也是。我感觉你吃的4-5个有泥的了。我吃到一个。我讨厌吃这种，就是因为一不小心就要中招。有时候吃到一个，自己是你做的，里面一打开，全包死包里面满包泥，都是泥。花甲。一整个大崩溃啊！你看它这个海蜇，跟我们那里吃的海蜇不一样，它是果冻状。它这个海蜇像泡发过的，就是软软的，没有什么嚼劲的。我还喜欢我们那边的海蜇，就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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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咬起来，很好吃。咕叽咕叽咕叽。对，它这个有点泡的快了。餐厅走个大盘子的路线。好大。这个黄花鱼我问他是什么做法，他说家常炖。这个是炖吗？不算是炖吧，就类似可能红烧或者葱油这样子。
真会吃哎，吃鱼背。我没吃这里，还蛮好吃的。好吃啊。蛮嫩的。嗯。我们来尝一尝啊。鲍鱼来了。墨鱼，对呀，墨鱼，等了好久啊，终于到期了，又来了墨鱼和黄花鱼啊，可以开吃了。这是油炸了一下吗？裹了点面粉。好，还行。这个墨。这个鱿鱼太大份了吧，这一份才68块钱，这三个鱿鱼，三个大鱿鱼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店里走大盘子大分量路线，好重，真的好好大一份，放在其他店里面大概能分出4盘，三盘三四盘，对对。我喜欢吃饺子。我不喜欢吃脚，我喜欢吃头那一部分。这鹅蛋面确实太冷了，炸的我是吧？你吃吧。它大了，少了一个节。其实你说这个大，那个舟山那边也有这么大的螃蟹，没有酱油吗？把这个帮收一下嘛，酱油。你就用你那个碗吧。哦，但给我一个酱油碟。做不来了。面糊可能是太薄了吧，没挂住。其实是挺轻的，我感觉。我已经让他帮我挑重一点的，他掂量了一下。没肉。这个黄海是蛮甜的，黄海挺好的，就是没啥肉。它这个螃蟹的口感很像是我们那边有一种蟹叫船头蟹，很像。不过那个节也挺难买的，一般人家也就是那个船上面买，就是刚刚下船，刚刚到岸，然后去买过来的。这一口是最爽的。其实我想问他们要点醋的，但是我不敢要，我觉得他们服务不是很好，有点就是看你很烦的那种感觉。要了酱油之后就不敢要醋了。我们不是饭店来的，他不是下午四点，下午四点就是他们中午吃的，下场了，还没到晚上。交接的时候，但是陆续已经有人来了，等到了5、6点，估计这里就满了。就我觉得这六个里面最好吃的是这个黄蟹，我觉得，然后是就是这个周子蟹，然后这个黄花鱼。另外那几个其实不好吃，这黄花鱼也便宜，它是带加工价58块钱，嗯，便宜吧？还是我听说了，人家不是给500吧？哎，你就是人多来真的很好，多点几个菜，多尝一点。那我们两个人当然吃不完会打包，但是就感觉也不会敢点很多这样。因为它主要就是饭量实在太大。嗯。量少的话可以多点几个菜，多吃一点。你看这条鱼，被我们肢解。我们快吃没了，蛮大一条的。对啊。这一条1斤多的。谢谢，你吃吗？你吃吧，好吃的给你。哎。我只能吃便宜的东西，贵的给你吃吧。嗯。这个你吃，边角料你吃。谢谢。我们来了之后，两个
电压线是这么说，连着煲，轰一下，轰很闷的那个，轰加一下。一开始是里面那个大厅里面爆了，然后里面全都熄灯了嘛，现在外面也爆了，就没灯了等于说。还好我们在窗边，有光。看，打包了一袋子，准备去万达广场，我们去买点甜品吃一吃。650米后，在第二个红绿灯路口左转，当前红绿灯直行，走左侧第二、三、五车道。丹东老街，我们去逛一逛吧。行。啊，对。啊，对。太厉害了！谢谢啊，不。哎，好。我刚刚远远的听到有人慢小刀，我赶紧把车窗摇下去。我也好像听到的。嗯，之前我们不是在那个桥下面的时候，也有那个本溪的观众看到我们的。哦，就是那个新的鸭绿江大桥那里。嗯。